怎么啦？即马囡仔吼，都唔知咧创啥，啊，读册唔读啦，啊，为着环保吼，去咧抗议，啊，抗议了，迄垃圾蛋较贵个，安尼都唔知环保啊，无环保，哼。可能他们有他们的苦衷吧。啊，有苦衷嘛，别讲付较贵个大塞车啊。嘿，我予你起来台北是要读册，你唔好去甲人学一挂有诶无诶呢。爸，如果我在学校被欺负了，你们会帮我理论吗？谁甲你欺负？你讲。没有啦。你讲啊，谁甲你欺负？你没来甲输赢。不是啊，我是说如果啦。如果，如果没有你。爸，有客人呐、啊嗯。客人那么爱听歌啦，好紧。如果真的有人欺负你，你跟他讲，你要扫手头牙的，你才输赢，让人知道上面有多正义。哎呦，爸，赞哦，正义。啊，到底有没有人欺负你啊？没有啦，是我同学，期中考试无缘无故不及格。答案都写对哦，老师也不给他阅卷。他现在家里有一些状况，没有奖学金会很麻烦。哎，林佳恩，你在说的是谁啊？是哪个老师？是我同学小薇，老师的话是西洋经典文学分析的常飞。难怪。我有几个外文系的好朋友，听说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买常飞的课本，就被他莫名其妙的当掉。后来才知道那本课本的作者就是常飞，他都是靠卖课本在赚钱的。你们要小心一点。我家里我小心一点啊。哦。老师，又是你。阅卷是学生的权益，我们还是想请老师让我们看一下考卷。我昨天说得很清楚了，没有阅卷这回事。是不是因为小薇没买课本，她的分数才会被打不及格？你们连尊师重道都不懂，还懂念书吗？分数被打低是应该的。我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如果刚刚我有态度不好的地方，我郑重向你道歉。但是老师，小薇需要奖学金，成绩的事对她来说事关重大。我们只是要求可以重新阅卷而已。你知不知道你这种态度我是可以禁过的？你们再不出去的话，连我的课都不用修了。出去。小薇，他怎么可以随便借我们过？他为什么不让我们重新阅卷？小薇，小薇，别说了。小薇，小薇，小薇，佳恩，我没有钱买课本，是我的错，你不要再去找老师了啦。没钱买课本怎么会是你的错呢？我去找老师是为了争取我们的权益啊！我不管啦，你一定要跟老师道歉，要不然你期末被我牵连到被当掉怎么办啊？小薇，你不帮你自己，谁来帮你啊？你要投自己一票，要懂得捍卫自己的立场。我的立场就是平安过日子，我的生活已经很困难了，现在你惹老师生气，只是让我以后不敢修他的课。我想要顺利毕业，这就是我的立场。可是他对你不公平啊！我不在意啊，佳恩，我跟你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你比我勇敢，比我受欢迎，好多人会照顾你，你拥有的一切我都好羡慕。可是我跟你不一样啊，我
我家里经济有状况，我每天都要打工，每天省吃俭用，你有的对我来说都是奢侈。没有人喜欢我，我的生活就只有读书，我只想要安安稳稳过完大学四年而已，你就不要再逼我了好不好？谢谢你跟我说这些，我不会再强迫你了。但你是我很在意的朋友，我不想看到你受伤害。这口气我忍不下去，常飞老师的事我会坚持立场，绝不会这样就算了。随便你啊。